사랑 이런 데 사랑 게임 스튜디오. 今天呢，我们要先来跟这个弹珠进行的第二次对战啦。 我们先来，加油进第一格，油进第三格，油，这个很棒。再来呢？啊，有重复的。 这里，好，再来，啊、哦，还是要重复，哦，需要重复。 这里有两颗卡住了。好，算了，那我们就这样。一五十二五三十三五，这里有一十十一十一四六，有比昨天还好一点。好，那么等一下呢，我们再 check out。 然后这个是，哈啦，这是花女买了一个，这个就是叼着鱼的小鸟，耶，跟他说嗨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再 check out， 要先整理一下行李 ，Go。 猪脚面线就是这样，那我先吃吃看。姚腾的吃吃心得，好，那刚刚那个猪脚面线。 对，是阿水师。然后我刚刚是点猪脚面线，那我觉得它的猪脚超好吃，因为猪脚很软，然后面线又蛮好吃的。然后那个金针花的什么东西的汤，那那个金针也蛮好吃的，然后只是有点长得黑黑的。
好，那等一下我们要去新光三月，台中的新光三月哦。好啦，那我给刚刚忘了讲别人的车了，我给八分耶，八分。好，那我刚忘了讲，那等一下就要去新光三月。现在呢，我们没有要去星光三月，我们要去大圆白。对，大圆白。好，那我现在就进去吧。来，来，我们现在已经停好车了。那现在等一下就是要上去。好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已经到了大圆柏的 C 区的五楼，这里就是一些玩具的地方，这样子。好，那我现在就会一直走啊走，走走走走，就是。现在呢，我在吃这个香蕉冰淇淋松饼，那等一下也会有油桐吃之心的。好，刚刚我们从大圆柏离开了，现在呢我们要去吃晚餐，晚餐是一个铁板烧。吃完龙虾，还有那个炒饭，我觉得那龙虾超好吃的，龙虾超级好吃的，超级好吃。好啦，那我觉得这餐厅真的超棒的。那我还没吃完，等一下会有下一道菜，然后再我就会有我们的油桐的吃心得，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就等下一道菜吧。主餐牛排已经上了，虽然有点少，但是等一下再吃吃心得再讲吧。
的刚刚的大江户町，那个龙虾超好吃，然后还有那个干贝，只是它的汤有一点点咸，然后其他都 OK。上菜速度就是中等，又偏慢，然后呢就差不多是这样，然后评分呢会给个9分，耶、yeah! ！好，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哈根达斯也是就是。很好吃，然后再来一下，然后就是蛮不错的，然后有朋友吃吃心得结束，耶、yeah!台中的东西，就是等一下回台北，这个是鸡爪冻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回台北的路上，这样就会吃鸡脚冻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也会有油桐的吃吃心得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刚刚有把那个，等我一下，好，我刚刚有。把这个就是 Star You 进化成 Star Me， 我不知道它的中文名字。然后刚刚去打一些道馆，然后就用 Vaporeon， 然后还有 Jolteon， 然后现在我前六名，第一名是 Vaporeon， 第二名是 Jolteon， 然后第三名是 Kingler， 然后第四名是 Flareon。然后再来就是 Golduck， 然后还有 Pinsir 这样子，然后再来接下来就是这样，那我们就要回台北啦，那我们也对，然后等一下在路上我会吃完，然后我就会用油桐的吃吃心得，然后我在台中的时候呢，我抓到一个Ditto， 对，我抓到一个 Ditto， 然后你看有没有看到台中 City South District， 就是南区，然后 Ditto 是我在抓，哦，我在抓这个 Squirtle 的时候，我就他就后来就哦，然后我以为是我的蛋孵出来，那结果他是 Ditto， 嗯，好啦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就要回台北啦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在西湖的休息站，然后等一下就要到
就会到台北，然后现在也没有看到导航的预计到台北的时间是凌晨的1:07，对，现在在休息站，然后我们会从国道。好，那刚刚呢，我现在在吃这个鸡脚冻，那现在来个油桐的吃吃心得，因为我觉得等一下回台北应该也没有时间心得了，所以这鸡脚冻我之前有吃过2遍，它的味道我觉得没有跟以前一样，但我觉得应该是因为现在是冬天，然后就是我现在有开灯，如果没有开灯的话是这样子啊。对，所以我刚刚就吃到了好几块辣椒，所以我现在舌头完全嘴唇呢都是麻的。对，好，那就是我觉得冬天的不太好吃，但夏天的很好吃，然后我买了6盒，现在只剩5盒，因为我等一下就会把它嗑光了，然后给个评分，夏天的评分是9，但是冬天的评分就会变得6。好，那现在等一下我们就会要继续的去台北啦，那现在这个1:08，来台北见，来吧。回来了，那么现在已经很晚了，我看看现在时间，现在时间已经是8:87，真的很晚了。好了，那今天的实况就差不多，今天不是实况，今天的 vlog 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说不喜欢我的影片，就在影片下方点喜欢，记得频道能在影片下方点订阅，然后那个。